歌烧日本的台湾正宗古早味的乌蜜枣，是采用咱阿莲燕巢上界大粒的台湾蜜枣，掺入天然的蜂蜜，浸泡十点钟以上，搁再用四天的时间低温烘焙制成。定时九天，吃起来肉膏皮薄，剥起来真 Q， 绝对让你一嘴刷一嘴。全大严选台湾正宗古早味的乌蜜枣，含有镁、钾、铁、钙、花青素以及多种的维生素，嘛会当甲当作脆食物啊，直接摕来食，或者是掺咧燕麦粥、优格、八宝粥、莲子羹，是中老年人、更年期妇女、上班族、甲生长发育的青少年上界健康的食疗新品。通过 ISO HACCP 专业检验合格，绝对无添加人工色素、防腐剂、甲糖精。逐天吃台湾正宗古早味的乌米粥，让你健康养生无烦恼。